OK， 同学们，接下来看这个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。我们来到这个第106页和107页哦。所以一，玩减法游戏。所以游戏规则是这样哦。那么从1至9的数字卡中抽出两张卡。那么等下老师会用的是这个扑克牌哦。如果你看下面这个提示章呢，那么如果老师没有做这个数字卡的话，我就用这个扑克牌哦代替这个数字卡哦。所以OK， 它的规则是这样哦。第二个哦，那么用这两个数字组成不同的两位数，所以等一下我在这个扑克牌，那么会抽出这个两张哦。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刚才下面例子我们有一跟九已经用了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抽出两张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会再弄乱它哦，那么等一下再抽一抽哦。所以用这两个数字组成不同的两位数，那么填在格子里，那么等一下我就会 填在这里哦。那么必须是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哦。OK， 就好像这样哦，那么你抽到1跟9哦，就91在上面哦，那么减比较小的就是倒转了1跟9哦，所以答案会得到这个哦。所以减一减你就找出答案哦。所以从答案中列出其中一个数字，让其他同学猜出另一个数字啊，你们看它是不是那么神奇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个例子哦。那么例子一减九减不到，那么一减九减不到，那么我就各一个各两个哦。那么九呢减一呢就变成八哦，那么这边减一这边再补为一哦，写号码一，所以是一减九我们得到二哦。那么你9可以连在嘴巴哦，那么就应该是讲9，你可以9个手指拿出来哦，那么你可以倒数哦，那么1111连在嘴巴，11 19 8 7 6 5 4 3 2所以连在嘴巴就是答案哦，所以就是这样减哦。那么8减1我们得到7哦， OK 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从答案中练出其中一个数字，比如说你练2，那么让你的朋友练出另外一个数字哦，其实是会等于什么呢？因为9减2是得到7哦，就这样哦，或是9减7得到2哦，这两个加起来一定得到9。OK， 换句话说哦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抽牌哦。所以这个我们试看抽两张哦，给现在抽第一、第二张。OK， 到底这个什么7跟2哦，所以我们抽到的是7跟2，我们就写这边哦，72跟27哦。 OK， 这样哦。 OK， 现在是2减7得到多少，那么我们各一个各两个，所以7少1就变6，那么写号码1哦，补为1写号码2，那么12减7就7个手指拿出来哦，那么12我们再倒数哦，12连在嘴巴，12 11 19 8 7 6 5哦，所以答案是5在这边哦。那么6减2我们得到的是4哦。 OK， 所以你看啊，那么你练从答案中练出其中一个数字，比如说我练5，那么你的同学可能就是会练到4哦，所以看到这边比较神奇，它会4加5我们得到9哦，7加2我们也是得到9哦。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三题哦。所以刚才我们抽7跟2了，现在我们就随便抽哦，所以这边剩下5张哦，所以我们抽这两张，看这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哦所以就43哦，所以4跟3，那么这个就3跟4哦，所以3减4减不到，我们就各一个各两个，4少1我们得到3，少1补回1写号码3，然后这个是3减4多少呢，那么你可以这个哦，那么就4个手指拿出来哦，那么13捏下嘴巴倒推，13 12 11 19，所以答案是9哦。那么3减3 OK， 其实得到0啊，不过我们没有写哦，所以如果你看这边啊，那么你求另外一个数目就是0哦，所以这个一定加起来一定是9了。
OK， 所以就这样咯，所以零我没有写它哦。OK， 到最后一个，那么现在这边有三张外哦，剩下三张啊，那么我就抽这个跟这个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再看，啊，六跟五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就65减56，所以五跟六。五减六减不到，各一个，各两个，那么就六少一得到五，少一补回一，写号码五。所以15减掉六呢，就是六个手指拿出来哦。那么15，练下嘴巴，15倒推，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9，所以它是九哦。五减五得到零，啊，所以看到这个哦，也是一样，加起来是。九哦，换句话说就是九减零，我们会得到九哦。啊，这个九减五，我们得到四，或是九减零，我们得到九，一定是这样哦。所以这个的意思就这样啊、哦，那么可能你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哦。OK，就这样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做107页的。OK，可能我再缩小一点点哦。OK，在圆圈里填减法的答案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。OK，我们先做这个左边这个先哦，所以你可以做算草在 OK，我就做算草在这边靠近哦。那么78减35，OK，这个是不借位的减法哦，所以8减5得到3哦，7减3得到4，所以这边是45。OK，接下去我们看这个。另外一题哦，40减掉是3，零减三减不到，各一个各两个，所以四少一我们得到3，少一补回一，写号码零。20减三，OK，这可能放大一点，可能你看不到哦。那么是减三得到7，三减一我得到2，所以这边是27哦。所以45减27，那么我就放在这边喽。那么45减掉27，所以5减7减不到，各一个各两个，4少1变3，少1补回1，写号码5，所以15减7减不到8哦，3减2我们得到1哦，所以这边答案是18哦。我们就完成了这个，OK，接下去我们看这个 G 项咯。OK，G 项填一填，OK，这四十四，那么它分解出来哦，变成四哦。那么分解出来就是我们要做减法哦，那么四十四减掉十四，我们只是减它的四位数哦，四减一，我们得到三，四减四，个位数我们再减就得到30哦。所以这边。它在分解哦，那么这边就是，OK，如果你看这边的话，那么这边就是30减掉是3哦，那么如果你不是很会的话，你可以另外做算草哦，OK，这边但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看到是，20跟是3哦，就得，不是不是，OK，我们看做算草会好一点哦，所以这边就30减掉是3哦。那么零减三减不到，各一个各两个，三少一变二，少一补为一，写号码零，所以十减三我们得到七，二减一我们得到一，所以是七哦，所以这边是七，给甘老师算错了哦，所以这边是七是三哦，然后这边九，九，是四减九，你可以九个手指拿出来，那么。倒数哦，那么这边是九哦，那么是四、是三、是二、是一、是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OK，所以答案是五哦。所以这边呢，那么还是一样，是七减掉九哦，那么还是一样，那么就九个手指哦，那么17我们就倒推17。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9、8，OK，所以答案是8哦。
所以类似这样哦，那么是三减六哦，那么也是一样，那么老师就留给你做哦。所以七减六是，啊没有，是三减六，我们得到七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九八七六啊，这边就是五哦，啊这边是五分出来是五跟四哦，那么这边就是三来的多数哦，那么五分出来是三跟二哦。OK，所以就这样，那么这个就比较神奇哦，那么就是这样贴着过咯。OK，所以就这样了。那么这个是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，我们来到这个第106页和107页哦。OK 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 subscribe 哦。那我可以看其他有关系的 video 在这边。那我在这 video 下面这个链接，你可以按哦，也可以加入刘老师所开发这个 Dragon Robot 哦。